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不计数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345集的节目。我们今天的话呢，表面上呢好像要跟大家分享啊，今年官方的主力系列啊 ，Kingdom 系列的一个 Deluxe Class 的黑寡妇。其实真正要分享的呢，是我现在用了新的手机。那前几天呢发了一个动态，那 B 站的朋友们呢给我建议了几家的手机。那我最后的话呢是买了 Samsung S21 Ultra。那 OK 也是荷包喷了不少血啊。那这一款的话呢，主要是看了网上一些就是个人的很多人的开箱之后啊，那我想说呢，这个应该是目前就如果我不考虑 iPhone 的话，这一款的一个照相啊、录影的功能来说，应该可能会比较符合我的需要。那今天的话是第一次用这个手机来录节目，那它最高支援到 8K。讲的好像我们这一集真的要业配，要真的帮神送 S21 Ultra 做广告啊，其实也没有啦。反正呢，我目前开的它的这个录影功能，我开到这个是60 UHD 吧还是什么啊？那反正我们就看一下今天效果。那我先前用的那个 OPPO R17 呢，其实还很堪用，但是它在录影的时候呢，收音效果非常的不好。那其实呢，我在录影的时候呢，我都要用2层的声道呢，才能够。声音听得比较正常，不知道为什么 OPPO 那一个呢，录起来的话呢，都只有单边有声道，这是比较可惜的。那我们今天的话呢，这个黑寡妇呢，其实我好久之前就拿到了，但是呢，当时的话呢，这个少了一个这个膝盖啊，少了一片。那这个卖家的话呢，已经给我补件了，所以今天的话呢，也趁这个机会呢，用一个女性角色呢，来测试一下我们新的手机。那画面看起来流畅度是好像比之前的 OPPO R17感觉好上很多。那么这一款黑寡妇的话呢，本身我对于 BW 的话，我没有看到它登场了，我只看前面几集而已。那它实际上你把玩的话呢，就是这个手臂啊，这个后面的蜘蛛的手，它是等于是用在了人物的上臂这个位置。那在把玩的时候呢，你可能必须要不停的去调整。那后方的话呢，它是这一带全部都是多了一个球形关节，你可以做你喜欢的一个调整。那可动度来讲的话呢，头部是一个球形关节，面雕的话呢，就感觉其实稍微涂的厚了一点，这个长相就还行吧。然后呢，他的一个眼睛的话呢，是我是看分不太出来，他是本来就是涂装的颜色吗？还是说是这个，还是里面有透明件啊？就因为这个反光很漂亮，其实称得上是好看的一个眼珠子了啊。嘴唇的话呢，也是非常的性感啊。哎，这个手机可以拍得还蛮近的啊。感觉还不赖啊，然后胸口有他们的这个拍戏的一个标志。那我手上这一款的话呢，它的这个胸罩的这个部分的话呢，是有时候掰着掰着不小心会把它给挑起来啊，是它真的是就比较松一点，并不是我喜欢去掰它的一个胸罩啊。然后手臂的话呢，这个可动度的话也是比较好，这个都不是球形关节，而且我手上这一款还蛮紧实的，手爪是一个中间有做出一个弧形的洞，所以的话呢，它可以轻松的去握住这个武器。武器的话呢，这一代。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时候，我以为是麦克风啊，为什么做了这么有趣的一个造型？你看了，握住就这样，非常的简单。下方呢有一些空洞，然后腰身不能转，比较可惜啊。然后这里的话一样有它非常标志的这个裆部的造型，像是昆虫的这个像复眼一样的造型。尽管这里变成最后是一个尾巴的部分啊，外白内收可以动。然后这一块部件的话呢，是可以稍微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调整啊。这个大腿的外侧啊，是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分件的。膝盖啊，这个啊，没有打铆钉啊，所以呢，我拿到的时候是少一块膝盖的。那这个脚的话，一样都有接地。现在的这个脚接地好像成为是这个官方 Deluxe 等级的一个基本的一个配备了啊，总算是让人觉得比较欣慰一点点。那身上啊，从背后来看，这昆虫的这个部分啊，这个体毛的这个部分。以这个等级的玩具来说，我想我也就不苛责了啊。至少它有做出比较像是你要说生物感也好，其实跟早期的BW 的玩具身上的那个体毛的这个触感，摸起来应该是还蛮接近的啦，应该不算太差。那这个黑是比较亮一点啊，不是消光的黑。那我们就给大家示范一下这款黑寡妇的一个变形啊。其实我初拿到的时候，我真的是我变了2次都失败。因为我看不懂说明书它的意思啊，但是之后就懂了啊。首先的话呢，我们是把这个胸罩往上推开，然后呢，这个尾巴从后面拉开来。那以这个地方把肚子这一块呢，把它往上面整个挑起来，整个挑上去。那按照说明书的说法呢，是头部的话呢要旋转180度，然后呢到时候塞在这里。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有两个地方要特别注意。我当时就这两个地方呢没有变好啊。首先的话，第一个是这个脚的这个部分啊。
这里有一块部件，这块部件裆部这个部件是要整个往后方推过来，整个角度推过来呀，它要变成蜘蛛的一个正后方的一个臀部，这里是第一个要注意的。那再来的话呢，这个部件先挑这样子，再来把这个上面的这个原本的这个所谓的一个胸罩的部分呢，是要盖到这个板子的内部去。那这里的话就透过这个联合的这个双动关节把它往前推，暂时到这边。那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这里，这个地方不是有一个铆钉，这个地方你要把它整个的往下面先拽下来，建议是这样，两手揪住，整个的拿出来之后旋转180度啊。这个地方如果没有变道的话呢，就一定是不可能变形完成的啊。我说明书我这个地方我真的是看不懂啊。再来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他的手呢顺势的往下放下去，你就会发现呢，他的这个手的话呢是可以转到正下方的。转到下方之后先到这里就好啊，先不急着合并，因为我们先把脚给放进来。那脚的方法就更加的简单了啊，就直接的这里可以捏住根部这个地方往上转上来到这里，然后呢就直接的把它往下面抽进来到这边。那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形状啊，就是简单的说你就是把它往上推，它基本上就会去挨到这个形状，并没有特别需要做什么调整，并不需要啊。脚的话就这样子把它往前面推上去，那当然后面这个地方你要转到一个适合能转的一个角度，然后把那时候转进来，这个脚就直接的往下面放进来到这边。好，那这个膝盖这个凸往上推到这里，到这边已经差不多了啊。然后我们把这个两脚的话呢给放进来， OK， 现在一团混乱没关系啊，我的手呢这样子过来穿过，把它手全身都捏住，只剩下这个蜘蛛的脚呢把它往外翻。好，在这个情况下呢，你可以看到在这里我们把这个它原本的一个鞋子的内部啊，这个地方的变形我觉得还蛮妙的啊。你这变形的时候呢是把这个到这边，我记得是这样子啊，哎，还是反过来，哎，反过来错了啊。这个手蜘蛛的这个手啊，它是长的这个尖角呢在靠身体的内侧，然后你就会发现呢，它的这个手爪这个虎口呢刚好去握住脚后跟啊，这个空间的收纳我觉得是挺妙的，真的挺妙的。然后上方这个地方做个简单的严丝合缝，其实它的变形已经算变完了啦啊。那最后它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组合，就是这个武器你看到这个地方有两个凸，上面有两个凸，它刚好就是要扣在手臂这两个地方。那这个扣上去之后呢，对它的一个两手的这个固定会有更好的一个效果。那我试过了，你说明书的扣法是这样子扣，你把它反过来扣也是可以，都扣得上啊。那我们就按照说明书的一个方式来扣好了啊。那不过扣这里的时候呢，就是你这个两只手啊，就是尽可能的话呢辅助一下，把它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手指啊去把它的这个下半部呢是稍微固定一下，因为它这个一推啊，整个下半部呢有时候会稍微的散开，那就比较麻烦。这个地方确实是扣这个武器呢可能是最后整个变形里头呢，我个人觉得我是觉得最不顺手的一个地方啊。对，好，扣上了， OK。 嗯哼，上方再做个简单的调整。那下方这个手的话呢，就是原则上就是把手靠到脚掌里头去啊，这个地方真的是很妙的一个 idea。那你这样子稍微的去对位一下，它这个整个是平的，然后就后面两个尖尖的像是这个尾巴的一个部分，那前面的这个像这个麦克风的东西可能就会像是，我不知道它是不是要模仿是昆虫的，应该说蜘蛛的卵啊，对不起啊，蜘蛛不是昆虫啊，我们要再次强调一下，蜘蛛并不是昆虫，这个就是它最后变形完成的样子。那它的话呢，因为这个玩具呢你去推这个的时候啊，因为我手上的话这个地方的关节啊，而且等于是二头肌这个关节是比较偏紧的，那偏紧的状态下呢，很有可能我去掰这个手部的关节的时候呢，它的这个整个手啊整个会散开，那散开的话可能这个角色的一个变形蜘蛛形态就会稍微有点解体，所以我在变形把玩的时候，我会长时间捏住这个地方或捏住这个地方，然后再去动这个手蜘蛛的脚啊，不然基本上它散架的机会呢是蛮高的。那这个就是它的一个蜘蛛的形态，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它的一个尺寸大小，我们拿出一个现在的一个官方的低级的玩具，从下方，哎，开，从
没有办法从它的下方开车过去啊。好，那长度应该说它的一个宽差不多，个人觉得蜘蛛形态蛮好看的，而且它的一个手啊，不对，它的一个手脚不对，就脚了啊，就很长，非常的长。你如果愿意的话，是可以把它，这毕竟是一个球冠啊，这个地方再把它扣回去。好，如果你愿意的话呢，把它完全展开，它的体型会很大。当然，你也可以把它全部的缩起来啊。你可以看到，我在把玩的时候，我是这个地方都一定会捏住，这样子。这样子就是一个 OK， 可能比较可爱的蜘蛛。那先前的话呢，像 LG 系列，它是有再版一个旧的一个模具，它那个是枪还可以吐出一个丝一样，可以让它吊起来。但是这款玩具的话就没有。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细节。首先，它这个复眼这个地方，这是假复眼嘛？它刚才的这个在人物的这个腹部的两旁后面。我不晓得这个动画片里头变形是不是前后也是这样的互换，上方有这个血红色的这个算是斑纹啊，是吧？后方这边武器完美的收纳在下方，而且有一个更加好固定全身零件的一个效果，个人觉得是还蛮喜欢的。那变形是真的有点难度，我第一次的时候就是主要是这个地方手臂没有上下做一个反转，还有这个地方没有往外面抠到位，所以变形一直不能够达到一个正常的一个变形。那今天的话呢，就跟各位分享这一款王国系列的黑寡妇，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